我做菜的宗旨就是要用最新鲜和最好的食材做到最好给客人。第二道菜是金银龙虎斑炆日本面线。龙虎斑我们是用野生的龙虎斑，很爽口和鲜味很好的。最好就是两到三斤肉，它的肉质是最好的。首先我们那条鱼汤干净了，起了肉，斩了骨，那些骨来滚汤。滚了汤之后呢，就用来炆这个日本面线。我们就落埋那些其他少少肉下去一起炆。我们再拿其他那些肉拿来炸，放上个面。这道菜集合香脆和嫩滑的龙虎斑鱼肉于一身，加上鱼汤的鲜味，令整道菜升华。同埋配合这个日本面线呢，会好上加好。这个金银龙虎斑炆面线是我自己的精心杰作，希望客人吃到开心，大家请慢用。